如果要杀人魔要杀我的话，如果是帅的话，那你可真被他整死掉吧。搞不好你跟他谈个恋爱，他就不杀你了。先甘后苦啊。对啊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就是有点像是修女的打扮，比较辣一点，比较辣款一点，看我的屁股。然后呢，看我这边，看我这还是有奶的。看到那个猛男，有没有觉得说还是来那个侵犯你好了？对对对，如果要杀人魔要杀我的话，如果是帅的话，那你可先给他整死下吧。就是因为被你杀害，你还能逃嘛？对不对？搞不好你跟他谈个恋爱，他就不杀你了。对啊，哪一幕你觉得最恐怖啊？切鸡鸡的，我可以示范，我可以示范，你过来。刚刚那位比较好是吧？没有没有，我想要示范你的，你过来，他如何扯他懒蛋的？你有吃过就是各式睾丸吗？除了人的以外？哦，鸡睾丸有吃过啦。还有牛鞭算是吗？哦，我是很勇于敢尝试新东西的，好像有鳄鱼肉吧，可是好像也还好，像鸡肉。你们怎么特别想要挑战吃吃看？人肉。你跟另外一半会有这种比较猎奇的小情趣吗？对 SM 可以吧，掐他脖子啊，打打巴掌啊。迪亚可以啊，我很喜欢蜡烛，但是有些蜡不能痛，因为我是很怕痛，我可以折磨人，我不能吃苦。哦，我还要把那个他的鼻孔撑开，就我要把他身上所有的洞都撑开。但是男友还是那个。如果他是讨厌的人。现在有恐怖片导演找你演，对啊，你都没有任何邀约过吗？你应该当杀的那个。我不要当杀，杀头都蒙面了，不够美。我要当的就是通常最容易死的，对，然后很多男生喜欢啊，然后在露身材啊，你可能要做个爱，然后就忙就被人家杀了。是死的美美的吗？还是觉得肠子喷出来没有关系？肠子不能喷，顶多让你拿刀戳鸡巴，就这样，最惨的死法就是这样。